今天就不板了，不改。嗨，各位，依旧是我。今天我吃啥的？紫金龙的红烧肉，这个颜色看也看得出是紫金龙的，老抽放多。然后这个是青椒皮蛋，也是一个下饭菜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吃。然后吃之前先来个番茄甜点。哇，这个味道好好尝。哇，这味道好棒！今天就不办了，不改。